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干，就干点日结，很颓废啊。其实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谁不想？但是今年什么情况大家也知道啊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其实小东不是那种人，我能吃苦的，说实话。今天收入200块钱，花了40多。今天晚上退一万步，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没有工作干，没有收入，我省一点都可以维持6天。怎么说呢？我可以吃个空心菜，包一点旧饭，吃一点饭都可以，不喝酒都可以。就是说很有弹性的消费啊，我不会乱消费的。有就花多一点，没有钱就用少一点，这样。生活虐我千百遍，我待生活始终如初恋啊！这句话要时刻记住，只要心态好，什么都好。